我实话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想哭。一会儿说的时候演哭，节奏上我来把控。喜儿，喜儿是你对吗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。让狗。宋雨飞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情绪没有对，我接下来一定可以。喜儿是你对吗？相公，静月深知你，福泽绵延千里，但无碧漏福薄。愿于蜻蜓冷怨，夜枕百寒，不忘相思。静月，愿以身化剑。随你披荆斩棘。二一，宋雨飞，你说错了吧？你应该叫我静月。请你把舌头收进去。再来。轻点儿啊，哥。静月。怎么了？又哪里错？你把眼睛闭起来。怎么可能？完了。一会儿试戏演这段就行。可是我还没流眼泪呢。你有眼药水。刚吻了一会儿就移情别恋。好，过了过了。转场。啊，转场转场。咱这组人抓紧时间走吧，对呀。转场。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呀？椅子坏了，你让我们怎么拍？导演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美术人呢？来了，导演，您什么事儿？快把椅子给我修好。导演，这椅子是定制的，一把要好几万呢。谁弄坏的谁赔。导演，我们这边先走一下戏，雨飞你去一边休息一下呗。导演，这效果还是好的，咱们仓库就只有这一把椅子了。那你告诉我谁弄坏的？是我。行了，赶紧给我修。我们先走戏。来，走戏了。一杯摩卡，谢谢。好的。谁弄坏的？是我。李天元，你。不用客气。这杯咖啡就能给你压压惊吧。要不我带你四处转转。好啊。玉飞，关于角色的问题你想清楚了吗？其实演什么都一样，越简单越好嘛。
看来你变了不少啊。上学的时候可是咱们班最要强的。哦，嗨，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嘛，我现在巴不得躲起来。秦景霄没办法保护你吗？我跟他又没什么关系，他保护我做什么？其实他无非是帮忙安排个角色，帮个忙而已。我不想演太重的角色，也是不想欠他人情罢了。毕竟谣言太可怕了。那就好，我一直担心他会为难你。既然这样，于飞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呗。我的手机也合张照吧。好啊。OK， 好，放饭。好，放饭，放饭。饭后三下油条。哥，喝水。那个饭给你打好了。宋雨飞呢？好像去溜达了。我去找他。啊，没事，不用。那个，你去忙你自己的，我中午不饿。